PVC 游戏中哪些植物拥有引分身效果呢？植物会引分身的话，岂不是以后都可以敞开肚子吃到饱？小鬼头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他们只会齐心协力的消灭你。比如土豆地雷吃下能量豆后，也会拥有引分身的能力。哼你个小花，刚一到嘴僵尸就算了，竟敢还来我的地盘显摆，土豆雷算什么？天赋青菜照样不比他差。你们两个别吵架了，每次吵架上升的只有我。不行，谁让小花欺人太甚，有本事你就再让他说一个。每天就知道欺负小鬼头，难怪大嘴僵尸会不理你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巴豆先生也能引分身。如果还有引分身的植物的话，记得在评论区里。